空空的，对，外面有三台车，等下送进来。哇！会流汗，我要让他擦个汗，好，拍照的时候才会漂亮。要帮许丽杰，哇，好绅士哦，对不对？这其实是我自己的，这是我看好的。我知道。你真的？这哇！哇！好厉害哦！这样，安全感呢，就送上跟我一样身材的。哇！大型肌肉男抱枕，好喜欢。他的名字就叫韦伯哦，好棒哦！好，赶快请接下你的礼物。我满了，可是他要特别来替我站台，我觉得很感动。谢谢老师来。那他今天的礼物你满意吗？超满意耶，尤其是那个肌肉猛男，我觉得陪伴我睡觉很棒，最近需要一下。所以跟他身材有像。对不起，这个麦下来一点。好，这样。跟他身材有像吗？有，我就说，这上面贴了韦伯老师的名字。刚看到韦伯老师，就是大家最近都说要变胖，你觉得没有啊？我觉得没有，一直都这样。不是，不是，而且我觉得老师感觉又瘦了，真的。因为我上一次看到老师是就是一年前森林之王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老师今天看到就觉得好像又瘦了。酒令有看到你，是吗？拜托，可以传给酒令老师吗？所以算是对自己。唱跳自信，这个对也是，我有努力的练，希望老师不要嫌弃。所以比起韦伯老师，所以更喜欢九令。喂，九令老师是一个 respect 的感觉，然后韦伯老师就是在比赛的时候给我很多的鼓励，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两个人。